OnePlus A 6000。OnePlus 是一個在2013年左右成立的中國內地品牌，它的外形是依照 iPhone 作為原型去到設計外觀，而裏頭採用的是 Android 的系統，而且它標榜的是採用 Android 的原生操作系統，亦即是說用一個比喻，以往的電腦叫 Intel Inside， 這樣一部的 PC 它裡面就叫做 Microsoft Inside， 現在智能手機的 Microsoft Inside 就變成了 Android Inside，咁就為之原生操作系統。過去好似 LG 或者 HTC 都係採用 Android 嘅原生操作系統，即係將所有嘅技術、安全、升級等等，直接由 Google 去到負責，而唔需要再去由工廠嚟到負責。好嘅一方當然係可以採用埋 Google 嘅 Deep Learning， 亦即係深度學習技術。咁樣可以令到一個用戶更加之個性化，使用到各種嘅功能。例如一開始嘅時候，就會知道呢個用戶需要光暗嘅程度去到邊一度，邊一種嘅慳電模式。例如有啲用戶佢唔需要揸車，咁樣喺導航嘅時候就可以減少電力嘅消耗。同時，因為佢係採用 Google 嘅原生操作系統，咁樣。正式的血統就叫做 Google Pixel， 它的堂兄弟姊妹、表兄弟姊妹就叫做 OnePlus。 在整個 OnePlus 的手機，它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國智能手機該有的特性，例如超大的螢幕、 R 位、較薄的身形、防水防塵等等的功能。